那是。看，我就说我运气很好吧，这一次抽到二三的人，我们亲亲 ，kiss kiss。你是不是玩不起啊？亲就亲，谁怕谁啊？行了，白羊，你别闹了。我，哎，我又是国王，这次抽到一和二的人。董秋芬，让你喝那么多酒，喝口水。我不喝，我没醉。梁云成，你还好吗？梁云成，梁云成。你喝多了，我给你叫代驾。老板，五千拉面已经买好了，从起锅到现在没有超过5分。吃吗？我吃饱了。这个不是女孩子追剧的仪式感吗？你以前可不懂这些。以前不懂事儿，索性现在学有所成。我说现在这些偶像剧啊，真是荼毒青少年。你说好好一个人不专心工作赚钱，我要辞职，谈什么恋爱啊？所以你后面还有好几波相亲对象。我什么时候相亲了？你是说柏阳？没有，他就是我兄弟。所以现在兄弟之间可以有这么亲密的举动吗？怎么想怎么忘。什么举动？你误会了，我没有。那是。梁云成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说清楚。你等我一下。
这是什么呀？忘情水。你往里面加了香油？多加了一点吧，反正酸甜苦辣咸应该都有了。反正喝完这个，我们俩就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你这个重新开始的起点是什么？是重新开始谈恋爱，还是重新做陌生人？重新做陌生人。你这个伎俩是根据身高体重来的，还是感情深浅？我这是按照手抖的程度。先干为敬。